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知名外科医师洪浩云昨21日天在脸书 PO 文指出，一名得了阑尾炎的年轻女子被送来急诊，他向女子建议要进行腹腔镜手术，并提议伤口打在阴毛区，这样术后伤口不会很明显。没想到当他把病人扶掀开准备手术时，却发现对方是白虎，让他吓到在心中飙脏话，直呼真是给自己找麻烦。洪浩云表示，急诊一个肚子痛的年轻女性，诊断后发现是阑尾炎，他建议进行腹腔镜手术，但女子很担心伤口的问题，于是他告知对方，上周帮一个年轻未婚女性开刀的时候，除了肚脐的伤口之外，另外两个伤口都打在阴毛区，这样术后伤口不会很明显。女子听完后则满心欢喜，请他这么处理。洪浩云指出，女子签完同意书送进开刀房并完成麻醉后，她将病人扶掀开做皮肤准备，才发现对方早将阴毛剃光，让她吓到在心中骂 X 白虎。该篇贴文一出后也引起网友正反讨论，有网友认为这种文不要开地球公开真的很低级，公然讨论病人私处真的很缺德，拜托有点概念好吗？当医师当到沦丧，作为一个人基本尊重别人的能力，还能大言不惭就下线，真的很棒。建议把这篇文章贴给患者，请患者去跟医院申诉，但也有网友认为这应该只是一篇讽刺文吧。就像有些病患少一个肾或胆囊已经切除，却不会在做超音波之前告知，然后任由医师在那边找半天。大家说医师不要讨论病患的私处，但是这件偏偏就是病患应该事先跟医师讨论私处的 case 才对，没有毛事要怎么请医师藏疤痕，这么有学术价值的应该上学会发表了。在浙江只会被磨啊。